太鼓打得响亮，他们是小脑萎缩症的病友，用精彩的表演感谢长期以来支持他们的善心人士。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就应该帮忙他们。那运动神经的协调，就是要靠着运动来让它恢复，所以才有这些运动的活动，使他们活得非常健康，然后可以活得很有意义。每一个 solo 的人要记得你们 solo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。小脑萎缩是遗传性神经元退化的疾病，病友会教他们打鼓延缓退化。他是谢梦真，不止肢体退化，眼睛视力也只剩 0.01。 表演的时候妈妈默默守候。我妈妈她从我发病15岁到现在，一路都是她在陪同我一路走过来。啊，就安尼学学学，电脑咱嘛袂晓，啊嘛是学伊安尼行行，啊咱教，啊所以伊有成长，啊我嘛对咧成长。梦真想做什么，妈妈全力支持。去年她终于完成大学学业，一起走过坎坷路，母女俩感情更亲密。大爱新闻潘中王昭忠高雄报。